義工係加拿大呢個社會文化嘅特色嚟嘅，特別新移民嚟講咧，佢可以通過義工咧，係將來對佢找工作有幫助，將佢出來喺社會做事都有好大嘅幫助。咁其實義工係好多方面，例如喺圖書館啦，喺社區中心啦，喺養老院啦，喺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好多社團裏邊啦咁樣。其實咧，其實特別喺度係鼓勵新移民咧參與義工工作，因為嚟到加拿大之後咧，好多人都問你有冇加拿大工作經驗。咁呢個義工係可以為一個部分嘅經驗之一嘅。咁同埋咧，瞭解加拿大嘅文化啦，加拿大嘅傳統啦咁樣。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。咁特別對新移民嚟講，咁希望咧新移民到加拿大之後咧，可以考慮呢個咧作為你揾工作嘅平台。今日好高興能夠出席呢個安省義工頒獎典禮。咁有政府嘅官員同埋省議員咧係頒發義工嘅獎項俾我。咁我覺得咧就係能夠做義工係個福氣。咁喺以往嗰幾十年裏面咧，都有機會參加社會嘅工作同義務工作。咁覺得係好似好認同一個説話，就係、是、好似聖經講施比受更有福。能夠係投入社會工作咧，其實對我嚟講，人生之中係充滿好多係即係充實咗好多，同埋能夠學咗好多嘢嘅。咁喺以往幾十年裏面嘅義工生涯裏面咧，我都能夠喺唔同嘅社區裏面、唔同嘅朋友方面、唔同嘅政府方面，能夠學習好多嘢。咁今日我都係好榮幸喺攞到一個30年嘅義工獎。咁我希望咧能夠喺以往咧只繼續努力為社區工作，又喺度咧鼓勵更多年青人同埋朋友能夠係投入社會做義工，因為呢個唔單止係對你本身係有幫助，對社會都有貢獻嘅。咁都係能夠對個互相能夠一個雙贏嘅局面。咁希望喺不久將來見到大家能夠喺個義工獎度對俾到政府認同。多謝大家。